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Black。OK， 今天要来说怎么样无限的刷摩拉经验，还有怪物道具。在这个位置，奔狼岭的上面船点，可以看到有一块石头。在上来之后呢，就会接到任务，去把任务打完。OK， 打完以后呢，我们就再次回到那块石头上。OK， 回到石头上以后呢，我们就按登出，登出以后再登入，很神奇的事就出现了，任务又出来了。没错，在这个位置呢，它就可以无限的刷新任务，而每次的任务都大同小异，不是打怪就是送东西。在前面十次的时候呢，送东西的你一定要送，因为送东西的它的奖励还是蛮丰富的。但是在十次以后呢，我就不建议送东西了，因为送东西，由于我们任务上限已经到了，所以你给他东西，他会收走，但是他不会给你任何东西。也就是说他不会给你摩拉怪物经验或是怪物道具，所以呢给他是种浪费。当发现是要给道具的任务的时候，建议你就再登出再登录一次，让他刷新就好。在这里呢会出现的怪物是非常多种类的，基本上地图上的怪物他这边都会出现，但是像是那种悬赏类型的怪物就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一次我的任务是要给他东西。OK， 各位可以看到我没拿到任何道具，也就是我已经满了任务上限了。但是呢，当我满了任务上限之后，我去做今日任务会不会有经验呢？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吧。
事实证明是有的。 OK，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要记得素质三连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Black， 我们下次见。